分就是其实有点像台版的哈姆雷特的故事，非常的有戏剧张力啊。那另外一个水之驿站呢，它就围绕着大街头，在水帘旁边呢有不同的旅人来来去去，是一个极安静大城，很有诗意美学的一个作品。所以我们这个作品可以看到一动一静之间呢，看到一个动静之间的很强烈的对比，但是看到的是很深沉的人性的一面这样子。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呢，我们这次邀请了一个剧场实力男神，他叫林子恒，他近年来受因为参与的西亚阿提斯剧院的表演呢，所以非常受到瞩目。那他特别参加这个作品，担任这个作品的主角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跟结合了新营在地的南光高中的古乐队，跟他们一起合作，在舞台上面，大家很难想象古乐队怎么跟这样子一个名震王朝的故事结合。对，那到时候就欢迎大家来进剧场来一探究竟，谢谢大家。